那么玉石的话呢，属于地气的最磁场的润泽的一个地方。那么它圆润就是地磁场很强烈，就这样子养父出来，几亿年养父出来，所以它的地能产就很强，对不对？ 挖出来就说啊，你这个牙齿不行哦，要上个药，你可能以后一年以后要来植牙哦。结果我一挖开来一看，它里面放的是杀神经的药。原来好好的牙齿，它帮你把神经杀死了以后，甚至杀到后面骨头都坏掉，牙齿自然要拔掉，只好做植牙。本来是一颗好好的牙齿，根本没事的，居然需要植牙。它就在制造 case， 我们这个是叫create，制造病患，这是最糟糕的。 医生可是自由的，因为医生并不是圣人，而医生跟大家都一样，有好人有坏人，有普通人，啊，我们遇到医生最怕遇到就是这种不好的医生，那其他的医生只是说个人技术有好有坏吧，啊，有没有医德我们那是最好的事情，自然就是其他就是技术的好坏而已啦，啊，那如果没有医德呢，就像制造病患是非常恶劣的，但是。 感觉上还蛮多的，所以各位请小心一点。另外一种制造病患的，可能填补一下就好了，很快的解决了。他会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神经不行了，直接把你神经抽掉。神经一抽掉，你就变成非做牙套，甚至于还要做牙桥。”哦，就是他制造病患，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，不要让你的医师把你当做他的 case 去制造的。那其他可能就是在健保方面的话，最近比较多我们看到就是洗牙了啊，因为洗牙其实是很重要的啊。那其实也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对医生来讲，因为在美国只要口腔清洁师就可以洗了，显然它不是很难的啊 ，oral hygienist 就可以洗了。但是台湾的医生洗牙的时候，因为它是健保，钱又不多。 他大部分都拿那个超音波解压机，滴滴滴滴，让你听到声音震动一下，然后就叫你走。
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患者来了，因为洗过牙没有洗过，一看结石通通在啊，哦，就是他只是做一个动作让你，他报健保的时候，如果健保局打电话问你说你们去洗牙，有啊有啊，他达到这件事情，可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去做，因为太忙了。健保方面。Yes. Okay, thank you.